空啊？你着到成个死士咁，你谂住去占中啊？师傅，占中啊太滥啦！早排几千条鱼啊跳咗上中环码头道，又话系占中，戴耀廷都改咗占领中学啦。喂喂，你惊咗咧？张华峰议员话咧，占中使唔使出动解放军？所以你怕咗，唔敢去占中添。师傅，家阵就唔兴占中啦，家阵兴占高。占咩高啊？粉岭高尔夫球场啊！哎，师傅你都玩紧啦。徒弟听过有人谂住拆咗个球场嚟起屋，我一定要誓死保卫。悟空啊，你嗰只金刚棒唔系球杆嚟噶，高尔夫球场关你咩事啊？师傅，嗰个墙有成54个洞噶，徒弟嗰个家乡就系水帘洞，我朋友蜘蛛精嗰个系盘丝洞，咁边个拆球场咪就毁我哋家园咯？悟空，你瞓醒未啊？拆球场最多冇波打啫，拆新界东北农村先系毁人家园噃。不如你带徒弟去嗰个高尔夫球度睇下啦。悟空啊，你真系想入高球会，不如同维斯去多两次西天取经仲容易啲啦。你有冇两个人推介10个会员做担保，再加大笔入会费啊？哇，师傅，你讲到同选特首嘅门槛差唔多咁款，难怪啲人话咧，嗰啲高尔夫球场系香港政坛嘅缩影嚟噶。你意思系只有小圈子权贵先可以入会话事？嗱，打高尔夫球咧就系个球童噶，佢专门咧就指引嗰啲球手咧打波嗰啲路线同埋方向。喂呀，如果个波打歪咗落到嗰啲咩水池啊沙地咧，那个球童仲要去执波仔噶。悟空啊，你讲嘅角色咧好似系林郑月娥咁嘅，佢就系特区嘅球童啦。C Y 同其他局长个波打歪咗咧，佢就冲去执。就好似最近咧個波咧打咗去垃圾池啊，佢咪走去屯門嗰度執波咯。嗱，咁打高爾夫球咧就係逐個洞逐個洞咁打噶，完全符合阿 C Y 嗰個成熟一洞就打一個洞嘅精神啊！哇，葉劉話咧冇咗高爾夫球場咧就吸引唔到外資，咁不如將東北發展啲地咧攞曬去擴建一個300多公頃嘅高爾夫球場加強版啦、啊。我哋而家又请戴教授上台受座，请各位继续站立，行政长官进入会议厅。咁系嘅，系犯法嘅，但系呢种嘅犯法同打劫金行嘅犯法系好唔同啦。最大分別喺哪裡呢？打劫金行的犯法就是自利的，但是公民抗命的是公義的。我想如果是真的癱瘓了的話，那這個評級會下降，或者難聽一些就是自己打自己自殘。我哋系有足够嘅时间，充分时间去做，同埋充分嘅咨询去讨论有关嘅问题，以及相关立法工作。我个智慧咧，系随住呢个岁月时间咧有所增进。林议员，请你用你嘅问题表达你嘅智慧。我唔会因为咁样咧。而自滿嘅，事實上我亦都唔應該自滿。如果堅持繼續用呢個 PR 比例代表制咧，咁到時咧，你邊個做行政長官？我打你選出全香港最叻嘅男人女人出嚟做行政長官喺2017。好似冇乜，你都冇辦法去搞掂呢個咁樣嘅僵局。林煥光啊，佢話唔做政改，香港係萬劫不復。是不是你想跟香港攬住死啊？林煥光問你啊。有沒有考慮過必要時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出動駐港部隊協助香港社會秩序？請保持肅靜。雷电交加，忽然一件从太空嚟嘅神秘物体降落咗我哋新日嘅大东北。经过一段搜捕之后，佢哋发现呢件坠落大东北嘅神秘物体就系、是……唔好影住我，呢件神秘物体唔系我，喺大东北发现呢嚿大冬瓜。
冇錯啦，而家大家爭議點樣開發呢個嚟自東北嘅大冬瓜？點樣開發呢？各有提議，有人話不遷不發，保留原狀；另外啲話收起啲皮再發，有啲話換皮開發啦。啊，有啲話有啲平皮咧就發，嗰啲貴皮你就唔好搞佢，唔好發啦。嗱，至於邊一啲可以收，邊一啲咧可以發，就唔係講發展局嘅，係講風水佈局嘅。係啊，要合皮開發啫嘛，即係合皮開發啊，就要講刀法。而家就用傳統方式，由一刀切，由上而下發。咁我超人話咧，就用呢個冬瓜豆腐法，即係點啊？兜嘢喺上面掉落嚟，哇！等佢自然點樣啦？大嚿嘅咪可發咯，細嚿嘅咪當垃圾咯。阿斯羅大師啊，咁啊最近中環咧就發生咗個奇景喎，有啲人咧就話異象，有啲人話現象啫，究竟係咩象咧？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好嘛？佢衝曬上富樂係嘛？真係異象啦！點解啲動物寧願死都唔肯留喺下面呢？哦，大師會唔會下面危險啊？呢啲係預示第有海嘯或者地震。唔單止個原因，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不吐不快。你睇下嗰啲索羅爾上岸獸，佢哋不斷掙扎，個嘴啊轉麻麻咁喺度吐吐吐。呢個生理反應咧，就係回應另一個人間異象，就係佔領中環啊！啱我哋上岸嗰個地點又係中環喎，佢哋上岸嘅同一人。哇！就有間中學就揾咗阿范太歲同埋戴吳廷喺台上面先後嘴咁樣講佔領中環，所以佢哋咁樣衝上岸，分明就想哦，係想聽嘢或者想講嘢，係想死，因為佔領中環又係犯法，唔佔又冇辦法，佔又死，唔佔又死，即係啲愚者寧願衝上岸死。哎呀，唔該曬大師咁精湛嘅分析，確實。我哋係對屯門嘅居民咧係有所虧欠。怎麼搞的？誰話要你接送？去吹西北風，吸廢氣那麼蠢，更開篷。心不知羞恥，胡亂碰打破忌諱，我規矩得體。啲臭味咧，当每架垃圾车上或者落嘅时候咧，嗰啲气味都好犀利噶。尤其是你唔好以为啲垃圾经过系臭，其实佢倒完垃圾出翻嚟嗰下仲更加臭咯。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有啲個別人士，佢哋喺度咧，肆意攻擊、污蔑，或者係諷刺我哋，我哋感到好氣憤。講反對兩個字好容易，但係如果試諗下，我哋香港嘅垃圾冇辦法去處理，變咗垃圾圍城，咁啊點樣辦呢？而財委會，你會投反對票？肯定啦，連阿叔我可以製造都報啊嘛。我喺呢度懇切各位咧，都係可以支持或者唔反對我哋繼續進行呢個顧問嘅研究同埋勘測嘅工作。阿月哥，阿司長你啊，好打得嘅，好打得，但可以話俾你聽，而家我屯門居民咧更加撐得。我留意下爺堅持反對啊！你放過我吧，即使做牛做馬，顧及面子覺悟吧。有若過內人執法，像我好心自動退下。屯門有110公頃，流流黃發撐拉布，全港有700萬人都會掉垃圾，
点解要掉晒喺你住嗰度？咁方便嘅服务由环境局提供。ENB 大埔，中年办立法会食青啊！哇哇，呢、這个钟佢哋边度倾晒？讲政改又讲占中，点会拜？一个钟过得好快，倾得埋先至奇怪。食物咁珍贵，切勿浪费。议员要识做，千祈唔好嘥。食饭咪反台，识做为香港。遇啲咩啊，小妹妹？将普选要自由。你知啊？呢盒都唔系，正货商普选系咁噶。妈咪话。政課冇門檻，冇篩選，仲要認明有 HKE 201617，講大話呃人係唔啱噶，仲要認識真普選，守護孩子，一定要唔好呃我啊！政課真普選，小朋友都識。香港人就急住政改諮詢特首，輕輕一句心中有數啊！問題係你條數點計？我哋心中冇數噃。議員就問佢：你點解唔可以早啲展開諮詢啫？佢竟然答：就算早一年諮詢，2017嘅行政長官選舉都唔會提早到2016舉行㗎啦。早諮詢就代表件事早發生，咁2017嘅特首選舉最理想嘅諮詢日期咪2017先諮詢咯，早一個月都唔可以諮詢㗎。如果唔係咧，選舉咪要提早做。梁振英又話啦，政府唔可以放低手上面嘅工作，淨係做政改諮詢嘅。啊，奇怪啦！你咁多個部門局長，你哋唔識分工嘅咩嚇？搞諮詢咧，啲人就可能會上街示威啦。警察、消防咪要做嘢咯，人多抌垃圾，食環署又要出動啦。咁會直接影響到堆填區爆滿嘅時間表噶。中聯辦張曉明咧就嚟同立法會見面啦。我諗政改諮詢佢就真係心中有數啦。張曉明條數咧就唔會話你知嘅。蔡英文就唔同啦，同香港計一計數。这个选举里面很多人热情的参与，很多人也很想在这一次的选战里面去赢得这个选战跟后面的执政的机会，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也必须要被检验、被选择。那一旦人民做的决定，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决定。其实这些都是意外的人生啊。一朝惊醒已在目前，怎么走了这么远？屈指一算，突然发现很多好戏已上演。离原本想的有些远，好比拣选歌舞的路线，但拍了一出打斗片。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啊，那也比较低调哈。那这有个好处，就是说让我学习去观察别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的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2008年我开始做主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全党的同志，还有支持我们民进党的台湾的人民，都不会让我孤单的。每一天要面临不同的群众啊，要跟群众的感情一起作用，而且同时也要带领这个群众。走向一个正确的一种感觉。必须出发以后习惯失去，鲜花开过春心里。这个表现的是一个热情啊，是一个公众的参与。你看这个小猪啊，在它上面它不要写出它的地址啊，它的电话号码，甚至它的 email，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申报。以前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因为白色恐怖跟这种威权的政治啊的结构里面，很多人支持民进党，可是他都隐姓埋名。但是在小猪运动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有这么多人敢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让这个政府国民党政府知道说我支持蔡英文，这是很大的勇气。长老青春经历到死，中间不免有气馁。
筛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我刚才已经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你可以哭泣，但你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的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了希望。我要告诉我的支持者，就是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民主过程一定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我们信心是不能溃散。向全国人民宣誓。但是选后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是后悔的。马英九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太能够带领台湾社会改变的人，如果他要勉强他去改变的话，他很可能会改变得很糟糕，台湾的贫富差距扩大，这个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情况，选民对公平正义是很有很大的那种感觉。很多支票未曾兑现，只因长大了看穿，神明得准一概不算，不可更改的最佳人选，何为幸福渺渺在边。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成功的人他执政，失败的人他在野，在野党推动民主最大的能量在于他要变成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竞争者，让这个执政者警惕，让他感觉说他的执政并不是理所当然。台湾向上，台湾向上。民进党在80年代晚期、90年代推动民主政治的时候，就像我讲，有一群人他锲而不舍、无怨无悔的投入。那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因为推动民主运动而被判刑，甚而至于去影响了当时的执政者李登辉，让李登辉把台湾的社会开始转向一个民主的结构。在此向全体国人郑重致敬。2000年以后，就是靠政党轮替来推动民主进程，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让人民可以有选择，可以有比较的机会。民主的社会是要有好的选择给选民。我在准备做台湾人民的把自己准备成是一个台湾人民的选择。至于我最后会不会选，其实现在还太早。两岸的关系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思考，那也有一套完整的处理的过程，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或者不能处理的问题。行过去，行过去，下一区，华丽地，怀旧地，前卫地，行过去，路弯弯，路山山，又无知走到这里，但我高兴继续漫游。我觉得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都是一个短期性，就是为了寻求一时的利益去做了很多的妥协，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其实是有限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现在在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的政治面临要改革，他的社会的不平衡跟贫富差距跟社会的不平衡他也必须要处理。我们不希望看到他的不安定，因为中国的不安定就是这个区域的不稳定跟不确定性的来源。所谓一国两制，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是一国的层面一直在持续的扩大，然后两制是一直在消失当中，就是说他当初想要的那个均衡好像是有一点开始在被破坏掉了。
他要保护香港现在有的这些自由的资产，其实普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香港人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或者是普选是有些人基于他的善心会给香港，绝对不会是一个权力者的给予。台湾的民主发展的成功也是有一群人他锲而不舍的去推动它，终于有一天社会醒觉了，社会也跟着他们一起走。前卫地行过去，路弯弯，步生生，谁要或时代创举，只想懂得庆贺目前，不早不晚的一岁，拼尽心境中探取找到八戒的下落了。他在哪里？你看啊，为什么会这样？得回条尾啊。拜拜你条尾，后会有期了。拜拜。